交作业，我也交作业，我也奇怪，我的作业去哪儿了？我明明放进课桌里了。白雪，我看你是又没写作业吧，罚你抄作业100页。不要啊，好饿呀，我吃便当，我吃面包，我吃汉堡，我的汉堡怎么不见了？到底是谁一直拿走我课桌里的东西？奇怪，我放在课桌里的作业怎么又不见了？白雪，其实你的作业是被我吃掉了，因为我讨厌你。为什么呀？我跳我跳，你怎么能站在桌子上跳舞呢？嘿嘿，我才不下来呢，这样多好玩呀，我的身上好疼啊。吃饭了，我吃面条。白雪，你怎么把桌子弄得这么脏呀？快擦擦吧。急什么，白雪把我弄得这么脏竟然还不帮我擦干净。放学了，我先回家了，明天再打扫吧。白雪真是太可恶了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惩罚他，我要把他放在课桌里的作业和零食全部吃掉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你还是快给你的课桌道歉吧。什么？我才不要呢，我的桌子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既然这张桌子不听我的话，那就再换一张桌子用。白雪，你做错了事竟然还不知悔改，也让你体验一下成为桌子的感觉吧。不要啊，凯莉，你快找小精灵帮帮我。白雪，不爱惜课桌确实是你做错了，等你认识到错误再找小精灵帮你吧。什么？不要啊，贴纸我贴。啊，什么东西粘在我的脸上，我再把玩具偷偷藏进课桌里。美人鱼怎么有这么多的玩具啊，好沉啊。上次看到白雪在课桌上跳舞，我也要试试。啊，好疼啊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应该爱惜课桌。凯莉，快找小精灵把我变回来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我要不要帮助白雪呢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